2023年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认为到了美国就像天堂一样，那里高工资低物价，那里能享受到自由民主的空气，那里是他们的天堂。但是主播以及作者告诉你一句话，美国不是天堂。这个故事叫走路去美国。好了，今天的故事会正式开始。首先前情回顾，话说一行大概得有这么40-50人呢，从这个下了飞机，这一路住了一晚上宾馆，隔天到了这一个空旷大场地，这场地上地面都是碎石子儿，你不远处你不知道，你以为这是什么？这是人工铺设的碎石子儿小路吗？哎，不是啊，碎石子儿这个地，远处郁郁葱葱的大树，参天大树也好，茂密的小灌木丛也罢，这是什么？这是原始雨林呐、啊，兄弟们，一行50-60人，本来觉得自己是个浩浩荡荡的大队伍，没想到到这个场地了以后，发现这个身材都跟一个个圆咕隆咚，跟煤气罐一样的南美人，站着一大堆人里面，50人在里面，只能这么说，洒洒水喽，真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满场子满河床站都是人，他们站的这个地不是碎石子儿，可以确切叫什么鹅卵石，有点像干固的河道。这种原始雨林下，纯纯的原始自然生态环境当中，可以说它不像咱们家的公园，你看见一只小兔子小松鼠那都算是正常，你在这种原始雨林当中碰见任何凶猛的野兽，那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毕竟那是什么原始雨林呢、啊？此时人头窜动下啊，这个哪儿的人都有，大家听着周边人声鼎沸的声音，远处是嗡嗡嗡的声音，近处是噔噔噔噔一顿弹舌的外语。只有什么时候？只有在这个华人，咱们中国人跟中国人这几个，咱们这一大部分主角40-50个主角当中，互相说的是中文。此时此刻，身为在家没见过什么世面，一心只觉得国外好的，现在真正跟外国人站到一起了，这些屁股坐歪的，这些所谓的直人，所谓的润狗，所谓的胸无大志，觉得出国就能发财的人，这些人此时此刻甚至都有一丝兴奋了。哎，中国人啊，看看别人背的是啥装备，看看这边南美人都拎的啥的，你说这本来咱们在队里面有抱孩子的，那就已经算是，就是说2岁小孩抱的，这就已经算是够奇葩的组合了。说有50-60岁老头，这已经够奇葩组合了。你真正看见南美人的走线队伍，你那是才叫啥奇葩？一个男的，哎，往这一站，黝黑的皮肤配上大连猫胡子。离远看，看起来好像一个浅黑色的点儿，又套了个深黑色的圈儿。为啥？头发也是黑的，连毛胡也黑，黝黑色的皮肤还配上黑的头发，你说这什么奇怪搭配？哎，棕黑色，整个全身是属于棕黑黝黑色。往这一站，个儿不高，1米71、1米72的这么个个儿，1米7出头，脖梗子上挂个小孩齐脖梗。哎，这个孩子是个儿子。儿子跟他一看，那就是爷俩。为啥？亲子鉴定都不用做，长得都跟人是一模一样的。眼眉眉毛特别重，这两个眼眉好像是毛毛虫一样。这父子两个离远看，最直观的五官上面就是眼眉，眼眉好像毛毛虫一样。头发发型也是属于那种特别茂密，那种就是感觉发量特别惊人的黑头发。俩人肤色也是一模一样。一口白牙是整整齐齐，在这个脖梗，爹他爹门口，这个脖梗上面齐的。有说有说有笑的，还在看着远处。你要不说这是来走线的团队，这好像啥？以为这好像是属于大型亲子活动现场、大型森林探险活动现场。此时河床上面站了至少得有将近300-400号人呢，最少最少300-400号人。你平时大概不知道是300-400多吗？不多，这个量可以这么说，日均按万人为级别。走线，那日这个月均按万人来走线为级别的话，日均就得300-400，而真正的数据统计，月均有将近20,000-30,000，其实一天就得有上千人，
而不可能同时 集体同一时间出发，所以说单波次三四百人那绝对是保守估计。三四百人什么概念？正常你们想啊，一个人在这坐着，四个人是一桌饭，一个饭店二十多人三十人，这就是这叫人声鼎沸，乌泱乌泱。一个大点的饭店百十来人，那就算是忙得热火朝天，密密麻麻了。而三四百人都站在你面前，可以这么说，范围内不见光。哎，能达到这么一个现象，范围内不见光。这一家子齐脖梗的小男孩为什么映入了大家的视野？因为此时此刻地平面海拔最高指定是这个小男孩了，借助他父亲的肩膀，父亲身边是一个只刚刚学会走路的，哎，一个小黑孩，小黑孩在这父亲这个裤脚旁边拽着父亲裤脚，一边抱着父亲大腿拽着父亲裤脚，父亲是完全没有低头看的小黑孩。旁边这边在跟谁？在跟母亲说话，母亲大着肚子，后背背了一个，这个是远处一看，这是一个家庭啊，肚子里怀一个暂未降世的，后背背了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地上跑了一个刚刚会走路的，脖梗上骑了个六七岁老大。说实话，这个阵容组合有点像谁？有点像小莱他家了。哎，但是区别在哪儿？区别在于，这大哥比小莱高，一米七比小莱高。这么一个组合，这是干啥呢？这是搁这站着过来照相来了吗？出来玩来了吗？啊，这是在干啥？这是要走线啊，哥们，这是九死一生吗？这有生命危险呢。而这一家人最神奇的是什么？只有女人手上挂了个兜。为什么把这手上挂个兜？不都背背包吗？首先他们这些人身上基本很少有坑的逼这种，咱们之前讲前文讲的坑的逼这种户外登山包，没有这种装备，都是自制的包，自己缝的兜子。哎，自身自由就有点像咱们以前古代说是大侠背的那个铺盖卷。我以前特别好奇大侠铺盖卷是怎么背的。哎，我总拿床单系着枕头系到胸前，他们真就背个这玩意儿。一包里面装啥东西咱也不知道。此行进入雨林，就是说这一天慢的说这么有人能走一个礼拜，快的是走三天。你后背背点东西够不够你一家四口连肚子里面。啊，肚里面还再算上五个，你够不够？哎，不得而知了。此时大家跟着好奇，目光打量到他身上。哎，背这么小个包，这个咱们国人这一大堆全体啊，就在看人家装备，没看有帐篷啊？啊，这男人穿了个什么衣服？穿了个白色的破布衫，肩膀头的缝线处基本上针眼已经被拉得特别大了，也不知道是经常由于这个把儿子驮在肩膀上扯的，还是由于常年经常洗衣服旧的，肩膀头的针眼变得特别大，能透过肩膀头针眼看到皮肤颜色。咱们中国人很多人都这样，脸黑但身上白，这对吧？正常你身上的颜色会比脸要白，而这个大哥包括身边很多大哥身上的颜色跟比脸还要黑，比脸还黑，你都解释不了。透过这个针眼看见肤色你都理解不了。一个白色看起并不像纯棉，薄薄这么一层的一个小汗衫，中间这个地方能系三个扣，第一个扣没开啊，没系，稍微往下这么一翻，下身穿了个深土黄色的这么一条裤子，裤腿子这个地方是挽起来的，露出脚脖子了。你要正常说咱家就长脚毛长腿毛的，见过吧？见没过脚脖子后腿肚子还能长毛的啊？有可能你也见过，你绝对没见到快到脚后跟还有腿毛的。哎，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形象，下身穿了一个大拖鞋。你的直观感觉，这小子这个大拇脚趾头都快赶上我大拇手指头长了，这小子个脚趾头都快赶上我手指头长了。咱也不知道人家那个品种就是有点特殊，目测这个脚丫得有45号半。哎，大脚丫穿了个啥？穿了一个拖鞋，人字拖啊，胶皮人字拖。一看那个拖鞋底就属于泡沫底，上面这个人字拖这个皮啊，就是属于胶皮皮。整个脚它是属于啥呢？一只脚吃力，另外一只脚搁这闲的，这只脚稍微从人字拖往里面吞出来一点，脚背上晒出个人字拖的这个形。哎，就是属于这个有一条先相对来讲颜色沾点白，证明这双鞋穿了很久了。
薄薄的泡沫底儿已经在凹凸不平的鹅卵石上面踩的有点斑驳了，甚至最薄的地方你感觉都没有那个信用卡一张厚。穿了这么一个拖鞋，而他的媳妇儿一身也是非常朴素的这么一身衣服，穿的鞋也是勉勉强强叫啥，咱们那个平跟小瓢鞋，两边脚背都快露脚底了，到前尖儿跟底儿那块稍微有这么一个遮拦，说你们这帮人是咋的，不都本地的吗？不知道咱们现在跋山涉水穿这鞋出来，不穿个靴子啥的。而通过他们两个人再看看其他人的这个装备，你发现没有太多例外，基本都这样。这叫啥？为什么人家走线？人家是这个生活水平。而再看看咱们家这些大哥，此时后面有什么动静？我们要不要集合？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怎么了？怎么了？老嫂子搁后面说话了，啥意思？说咱们这个人是不是往起集合集合一起出发？此时啊，咱说有用的时候，大家互相都有用的时候，指定是集合团结一心。如果要是说大家此时有可能成为彼此的拖累的时候，指定是各走各地。那此时这帮人是团结一心往一起走啊，还是各走各地啊？咱家这些大聪明能够今时今日想着走线出来，这些大聪明能是什么出来还能团结大家？你是出去受苦受难了，哥们儿，我都怕你自己没买攻略，你想跟我这条道走，我到时候还得扶持你，我还得管你，你整不好你都得吃我口饼干，互相都看谁都不顺眼。为啥？这消息已经传出来了，对不对？该交钱不交，临时插队，这小子有吧？566跟他二嫂可是根本没花钱买这个整个就是2500可没花钱买呀，跟当地的这个地头蛇的老刘和盘龙大哥是不是也没花钱买这个2500块钱没交啊，当地晚上住这个钱他俩是临时交的，可比这便宜啊，对不对？临时住进来合人民币才多少钱呢？怎么算才能省几百啊？这种精打细算的人一旦被这些其他都按套餐交钱的人知道，你混在我们其中我能干吗？我肯定不能干呢。此时一说，老嫂子这边一叫说啊，我们来这边集合行不行？你带不来我们破防了。哎，哭哭唧唧尿尿唧唧的这一出，大家一听别算了，你是不是咋你没交钱呢你还带着我们来，互相彼此之间立马来了这个啥，来了猜忌，来了缝隙。我们的男主刘成主心骨搁哪儿呢？哥，咱咋说，咱俩单独走咱俩的，还是怎么说？270斤的王发财呀，那也是混过社会的社会人。不要问了，这导游能给你拎包，咱俩这个包你就让他拎的。没事哥，我不沉，我背着，你听我的，让他背着进去节省体力。为啥？你就算你能挺，我挺不住。你们别忘了重点，王发财可不是盗墓笔记里面王胖子呀，啊，他可不是盗墓笔记里面王胖子呀，他哪有那个身手矫健呢？讲话发财哥脚脖子老粗，脚脖上皮跟那个大象皮似的，眼瞅着一块块挺老粗的，他那个都容易增生，他走道都累脚脖子，对于整个骨骼都是属于磨损。270斤，那谁家好人270斤呢？更有甚者，刚才还说290斤呢，你还活吗？你怎么出门？对不对？说这个脚脖子也是一种磨损，尤其是走这种凹凸不平全是河卵石这个干固了以后形成的河流啊，你说这只脚脖怎么走？在里面深一脚浅一脚，你这两个脚脖子夸夸就搁这崴，搁这站半天都没找到一块平地方，脚心都已经感受到，由于受力面积变小，压强变强，脚心都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冲击，这种略微的疼痛了。现在此时此刻还没出发呢，发财哥从包里拿出100块，直接偷偷摸摸递给了这个导游。昨天我们说精瘦八块腹肌导游，巴不得腹肌肌肉块都能勒到下巴壳，这个精瘦小导游一看啊，这是属于要背包的一个，有啊，没过，有啥意思？你朋友那个呢？因为啥？人家正常背一个大登山包啊，大包啊，那是100块给你背出去没刀啊，我你就背一个坑了逼，这点小坑了逼，你给你朋友拿来呗，
哎，一使眼色，你这时候你说发财哥咋的？发财哥跟刘成俩人那是属于搭伙，搭伙组队出发，但不代表说啥，不代表说你是我小弟，我还包你伙食这东西。我钱交了，我一瞅你，我再看看我左后方两人身位之外的六九老妹儿，我不如便宜六九老妹儿吧。此时的大家呀，已经盯紧过了第一波的装备筛查了。什么叫装备筛查了？手上拎的旅行袋基本上都不带了，只剩身上一个背包了。六九老妹身上的这个小运动包虽然说不大，但是啥呢？这个便宜，他背了我这包还能再背一个。我与其让他背流程的，我让他不如让他背六九老妹去了。为啥？六九老妹记我个好，是不是这么说？你换你的话，你们指定不也得这样吗？哎，所以说。那个发财哥是吧？老妹儿，老妹儿，啊，这不六九老妹儿瞅他，怎么了？这出有点装啊。说怎么了？说那个，你那包拿过来吧，拿过来，我都交完钱了啊。你看这人这个嘴脸啊，他交100块钱本来是为了背自己背包的，他人家说一个包太少，他再要一个。他的意思说还、啊、我请客，我把你那都买完了，我交完钱了，把包拿过来让他背吧。没事没事，哥安排你，哥搁这呢。你这个沾点削微的有点那么不太要脸，但是呢你又没法拒绝。一听这话，哥们儿你说啊，不用，我坚持自己锻炼，我自己是一个好健身，可能吗？那必然得是顺坡下驴呀。谢谢哥，真不好意思。你讲话了，这边包给一交，人家导游能听懂啥呀？导游啊，老大 amigo， 有 wife 有 girlfriend啊，你讲话，人家那个导游能听懂啥呀？你导游那意思啊啊，不给他呀啊，这是你媳妇儿，给你媳妇儿，给你媳妇儿背吧啊，行，来吧，拿来吧，俩包，你说俩书包照一个肩膀头挂，一个放长袋，一个放短袋，俩书包一起背背后，你说这体格子，那讲话比六九老妹儿都没强壮到哪儿去，那怎么人家有体格能背动？你说你发财哥还都赶上那啥了，都赶上那野猪王了，怎么就？怎么自己不能背呢？哎，于是那边啊，这个大家一点合计，那边开上个尿尿唧唧。你看人家本地的，说英文的，说墨西哥语的，说西班牙语的，都没有这么大声的。那边有人开始跟人吵上了，啊，吵上了。哎，我们听声，循声遁去，人群当中人头窜动，循声遁去，有这么一个声音。你为什么跟着我们这个队伍？不是说你不可以跟着我队伍，虽然你可以跟我同样的队伍，但你不能说你一分钱没花，你跟我们走一样的路，我们还得对你照顾。我们有什么这种义务？如果有这个义务，我在家伺候我爹妈不好呢，我为什么出来非得跟你玩这一套？谁？你天意哥？你天意哥跟谁说这个话？跟五六六说这话？为啥？五六六现在此时呲个大黄牙，他有点不太要脸。他现在穿一身他这个老七匹狼夹克，跟他二嫂俩手拉着手十指相扣，就想跟着大队伍走。天意立马站出来了，因为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已经达到了天意的 bug 循环级别，已经触发了天意的怒火怒气了，是属于必杀技，此时放出了。为啥？你分逼不花，你为什么跟我们一起走？你这个水平应该就是在国内你就捡易拉罐，而且捡易拉罐为什么会捡？我跟你们自己开始搁这无限循环了，无限循环上了。你讲话，你五六六哥是善茬吗？你五六六哥是说你想怎么搁那叭叭，我就任你怎么叭叭吗？啊，五六六哥手往上一放，不听不听，王不见经，有钱难买我乐意。你吃披露气巧克力，嗦了蜜，白了地，崩你二里，定能把怎么地，把你吸收大招屁，大招屁啪，你馋把你馋出大脑炎。你五六六哥也是相当滚刀肉。也是相当滚刀肉，他俩此时搁这对峙上了，他俩这个声音是从小放到大的，从小声互相吵，俩人互相堵死耳膜，俩人互相搁这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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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说话，说话声变得越来越大，俩人互相到最后就已经是属于什么熟练的，已经开始上了平时正常 PK 跟人连麦，跟人家主播连麦的技能了，互相手抄着自己的怀兜进去，哎，干啥？拿出了自己一人一张纸，干啥？拿出稿子了。哎，已经开始念稿了，你等吧，你别动啊。来，在中国同样是刷碗，我倒，哎，这段不太对啊，我看啊。你先说，来，你说，
你说你先说，哎，天意讲话，天意发挥必，天意发挥必然稳定啊，这边我说不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先说？因为你生的比我早嘛，你是不是在倚老卖老啊？怎么怎么地？开始了，两边就开始个掐上了，大家循声遁去时，所有人都已经将注意力移到他俩身上。此时人群当中传来了一个智慧的声音。啊！太多人到旁边说：“哎呀，别吵了！你演唱出发了，你让人外国人看着不笑话吗？你这老些外国人，咱搁吵啥？谁像你们似的？你看搁这呱呱吵吵啊！”循声遁去，在人群之中，两个人的肩膀缝之后，有个人一直低着头，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看谁扛不住啊！”这就是一场博弈，看谁扛不住啊！谁来了，兄弟们？掌声有请我大王。大王一路的沉默之后，终于爆发出这么一句话了：“你俩互相吵，我看谁扛不住。打败魔法的只能是魔法，两个魔法打起来，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效果。”看看，大王此时发了一句，引得周边哄堂大笑，所有人将目光转向他。平时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说这个平时一个不怎么说话的人，他是什么样？这一语爆出了以后，大家可以说是属于对他刮目相看的。只见此人呐，小脖精细儿。正所谓大脑的小细脖，干吃饭不干活。这人的手指头、骨关节以及整个手腕关节骨头都特别大，而肉基本上可以说没有。远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包着人皮的骷髅，小骷髅啊，传奇道士招的小骷髅，跟这个本地人长得其实有几分相像。但是呢，跟本地人不相像的地方是什么呢？梳了一个三七分，正宗的开分的分头啊，梳了个分头，分头多余一根属于这另外一边的头发没有，梳了个三七分。三七分说版本的人长相只能这么说，五官单拎出来哪个他都不违和，但是放在一起你就怎么都想象不到为什么会有这种长相。首先两个眉毛并不是像正常人一样说是我是个平眉，哎，我是个稍微有点严厉的眉，两个眉毛朝上，哎，是属于倒八字眉，倒八字眉配上是属于稍微哎有点这个倒眼角，哎，看谁扛不住啊，暴跳如雷了，哎，就这一出，兄弟们，长得尖嘴猴腮，下面就是一口烟渍，大黄牙，这个牙根上全是烟渍，一口大黄牙，整个喉结，那喉结大的好像生吞了一个核桃没咽下去，好像卡了个核桃，活个吞个核桃没咽下去，卡脖梗，大喉结，喉结上面这个皮肤颈纹已经勒的这个条条分明了，哎，颈纹旁边还有像鸡皮疙瘩一样，这个皮肤也不知道是怎么长得好像个鸡皮，哎，曹妈说了，这就是个博弈的过程，呵呵，没错。这个男人呢，瘦的这个自己锁骨都清晰可见，一点不比六九老妹儿这个锁骨差呀。瘦的这个锁骨清晰可见，两个肩膀头的这挂着两个胳膊，就好像后在整个在一条五花肉上面后插两个胳膊，完全格格不入这么一个形象。个儿也不太高，1.65米左右，纯纯是属于南方版小来了。哎，就这么大点个儿，一语爆出。看谁扛不住，所有人看到他了以后觉得什么？这是对什么？对于自然环境、原始大自然、一个原始丛林里面的一种挑战。为什么？他必然会跟着你这个队走，566必然会免费蹭着你这个付费大队。因为什么？你赶又赶不掉，你还能打他一顿吗？但是你因为他在这吵这个架，你又不能把他赶走，赶走了他跟着别人走也是一样的。所以你俩在这互相吵架，两个人反弹无效，你俩人此时已经开始上招了。在老外眼里面来看的话，那边好像有两个来自美国西海岸的 rapper， 在他们眼里面他们看见什么 You know there's my flow， 跟着我的节奏， Yo baby let's go， 这叭叭的，他们以为这是属于来自中国的说唱，实际上我们看见这反弹无效，哎，反弹无效，终止加句号，哎，我乐意你吃屁，哎，俩人开始就是属于哎开始了，哎，你打我不怕，我上北京找我爸，我爸有个大喇叭吹你一脸西巴巴，嘟嘟嘟，俩人搁这开始搁这互相整上活了，哎，搁这你说挺大岁数，搁这互相开始是来自自己年代这一套小散科，帮帮两人互相搁这交流上了，到最后说这你俩行了，拉拉行了，别吵吵了，不够磕碜的了，
那边准备出发了，浩浩荡荡，远处啊，说这些人怎么能画的整齐划一的步伐一起起步走，朝着雨林？不可能的。远处头一波有那么两三个人已经开始朝这个深处人为趟出的一条雨林黄土大泥道，朝这个大泥道已经朝这个方向走了。慢慢的，后面的人也会稀稀愣愣的跟着他。整个队伍的密度，原来站在这时候这么大一堆，一旦开始走拉长了以后，就是变成好大一片。这是一个由密到疏的过程，也是个由静到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人也渐渐融入了整个队伍。为什么？随着道路的变窄，慢慢的消失在了他们所相聚的这一片河场干固的河道当中。这些人走进了雨林。这些人在路上的时候，刚刚启动的时候，注意着每个人身上到底是不是有放在地上没拿的东西，发现并不是每个人身上都背了帐篷。那这些人住什么？难道一天就能出去吗？啊？难道他们中间还有中转站吗？难道我的攻略不可信吗？整个小队伍已经朝着这个树林里面走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将视角拉回到谁的身上？拉回到我们的主角刘成身上。刘成啊，在小的时候，可能很小的时候跟父母去过这个南方玩过，在之后没有了父母之后，就没有过这种外出的经历了，让他想起了他小时候，他这个曾经似乎那么转瞬而逝的完整的家庭。此时刘成也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向往。这种在野生的这种生态环境下，可以说连植物都是新鲜的，我都没见过。搁国内我见过小松树、杨树、柏树，啥树我都见过，搁这儿这些树竟是我叫不出来名的树，奇形怪状，什么都有。丛林里面动不动一会儿有鸟，两会儿草动一下，你根本都看不见是什么动物。这么大一群人在这走，我告诉你，奈何是就算丛林里面的狮虎猛兽，它也是不敢轻易靠近的，毕竟啥，人多力量大呀。人多音量大呀，说着话唠着嗑，马路上也不跑汽车，没有车，可这个搁这个丛林里面往里走，大家渐行渐远，留下了远远掐着双膀往这一站的谁？盘龙哥。盘龙哥微微一笑，你们的路程才刚刚开始，我玩两天去下一站等你们了。你说这个中间有谁存在？有中介，有收钱的存在，很多走线大哥都懵了逼了。讲话进雨林之前收钱的是你，怎么我出了雨林，下一站收钱还是你？是你，还是你？为什么总是你？因为这些人就专门有一些这些人在本地可以正常活动，哎，在两个国家之间他也可以正常往飞。你是走，他是飞，你这一站他哐哐一顿挣钱，一人2500，50个人你算算多少钱？这一波收完以后去下站等你。原本呢就是个干导游的人，现在导游也不用导了，给你们直接导游一手号令，直接朝着原始大雨林你们出发吧。这些人在雨林当中，今天现在是个好日子，是个太阳当空照，阳光照不到的好日子。为什么？你们在雨林当中走，这些郁郁葱葱的树荫总会遮挡着你们。很多人在走的时候发现整个队伍气氛不错呀，大家是不是应该是属于怨声载道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不停的骂啊，咱家这个也不好那也不好，是，哎，不是，整个环境反而相对来讲轻松活跃。为什么？这个时候由于来自各个国家，很多人语言不同，在队伍方阵当中走着走着，逐渐一波人走出了一大圈，哎，一波人走出了一小片，哎，比如怎么说，咱们国人这个小队伍基本上都会保持在国人可视范围内走，而这种外国的，咱说刚才这个脖梗上齐脖梗这个这一家会跟着他们同样肤色走，比他们颜色稍浅一点的会有那一小帮走，大家都是在这个雨林里面朝着一个方向去走。哎，慢慢走着走着，自己这个小片就出来了，一边走还有一边说话的，最开始起初俩小时一边走还一边唠嗑的，此时远处你听着吧，俩人跟着走，反弹无效，反弹俩人还跟着，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怎么，俩人此时还跟着继续，大概走了一个俩小时以后都没动静了。566人不管怎么样，他对他二嫂绝对是属于
真爱，俩人这个十指相扣始终没撒开。二嫂呢也是属于一柱怨声那种，我再也不是你的小宝宝了，我再你也不背我走，你不是说你再难你背着我也能背我到美国，没人不背我，怎么呢？俩人开始计计上了，才没走多远就已经开始体现出体力的不一样了。此时最艰难的是谁？站在刘成旁边的王发财。王发财是这条队伍上当中最艰难最艰难的人，为啥？他的体型可以来讲哪有是人这么胖的，他都快赶上仨六九老妹儿了啊，最少也是两个六九老妹儿。这王发财哼哧哼哧走这一道，一直旁边这个刘成跟个碎嘴子似的，这植物你说搁咱家那边咱都没见过，这属于啥？哎，这不能是啥吧，这不能，这你看那玩意长得像是仙人掌，仙人掌长沙漠里头，沙漠里。哎，发财哥此时说话都没好动静，赖赖唧唧的。而这个导游虽然所有人都付过费，但是他确实不会照顾你整个队。为什么？他只能给你做向导，你走的太慢，你落的太远，他不可能等着所有人来讲话，一小时一歇，一小时一歇，五六六那都六十岁的人了，对不对？他二嫂63了，你他俩走这个速度能跟得上大队吗？你要不是就说你社会你一哥一直跟他搁这反弹无效，你一哥早就抛弃他了。为啥？毕青呢也是年轻力壮的，整个队伍里面谁最奇葩？你见过有走道的时候有走在队里面滴了个镜子搁那一边走一边看自己的汗水的吗？啊，一边看自己的汗水，一出汗水以后拿个镜，手里拿个镜子走两步，啊，怎么了？为什么到这种雨林里面擦擦个嘴？因为我们在家里面过的日子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嗯，你见过队伍里面还有这奇葩的吗？你讲话，这一队人凑到一起赶上马戏团了，都赶上。后面有说那个视力不好的，这个队里面是没有白内障的，有白内障的，靠闻味儿都能走着这条队。为啥？谁？这个老有个小子叫 KKZ， 这个小子，这一道烟就没停过。这边抽一口。啊，整完了以后一会儿刚讲话哭哧弹人雨林大土地里面，弹完了以后紧接又去一根一道就搁这抽，咱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但凡沾点运动量就好抽烟的人其实也大有人在。这一队里面好多吸烟的人士其实立马就体现出整个进军速度跟人家这个南美洲人立马就发生这个量变了。最开始走了头两个小时的时候，有些人还能勉强跟上。这种山路土路不像大家想的一马平川，只是拿土做的。他很多时候走着走着，最开始大家集中的地方是踏平的，而稍微往里面走一走，就变成真正原始雨林的样子了。什么样子？远处的太阳透着星星点点的这个树叶，时而风动，时而草动。这些星星点点的树叶，斑驳的阳光洒在这个地面上的时候，你看着好像是一番美景，而你真正走到附近的土地泥地的时候，原始雨林，热带原始雨林它什么样？它是属于非常潮湿的，这个黄土地很快就变成有点沾点黄泥地了。首先脚在踩这个地面的时候，每一次你都能感觉脚踩在地上的下陷，它不是结实的路，脚在下陷。这种走路方式对于人来讲的话，是需要承担付出更大的力量，也就是说它会比平时走路还更消耗体力。有些老头老太太比如像我妈啊，我要搁外面溜达我能溜达俩小时，你要上那里面去走你绝对走不了俩小时。首先它对体能上来讲是个更大的挑战，其次它这个地如果不平的话，就会涉及到很多地方窄很多地方宽，有些地方有人选择从树前面走，有人选择从树后面走，而这些树也不像咱家大杨树老槐树全都长在土地里面，很多树甚至在这个土地外面悬着。为啥？由于两边这个水土流失，导致树根半个都裸露在外面，这个树根离远看你还以为是个小土坡，走近一踩你这脚没从泥里抬起来，帮这就绊你一下。为啥？树根裸露在土外面。所以这条道走可以这么说，走的是非常之烦，非常之讨厌。哎，有的树高有的树低，这个树叶动不动还挡你脸，也不是你能看见的一马平川。大家的动不动去拉这棵树的时候，哎，说是我这有个小上坡，我拉一下这个树，哎，就拉这功夫就能小虫子爬你手上，你还得弹一下，妈没见过长啥他妈屁股后面这虫子屁股后面仨三条开叉，你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哎，你是就是就这一道，大家两个小时左右就明显拉开距离了。体力好，南美人远远遥遥领先，甚至远远的在树林当中，你只能透过那些树与树之间的空隙看见前面有人影，你慢慢都已经看不见第一梯队了。咱们家这些大哥基本上不出意外都是在第二梯队。